欢迎光临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坐。爸。来。爸，我给你带那个水晶包过来了。来好。哎，那个阿哥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大女儿婉婷。你好。这位是阿娟小姐。哎呦，什么小姐不小姐，欧巴上来了啦。来，坐。对，阿娟才带到店里刚帮忙啊，但是来了这几天了，帮了我不少忙啊。真的？没有啦，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娟，谢谢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阿娟姨的手这么温暖，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好像很熟悉，却又很陌生。为什么老板的女儿一出现，我整个人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？别拽着不放啊，来坐。阿娟，你来一起吃那个水煎包。我婉婷要不要喝什么杏仁茶？我去帮你弄。冰的杏仁拿铁，好不好？马上来。哪个是肉的，哪个是菜的？你怎么了，爸？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！我刚正想要说的就是冰的杏仁拿铁。哎呀，你们俩好像好有默契啊！真的。哪个是肉的？包芝麻是肉的，这个是高。来了，冰的杏仁拿铁。阿姨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老哥，你这个女儿很孝顺，很乖哈。啊，我三个女儿，这大女儿最贴心。啊，爸，都说我是大女儿啊，所以贴心跟体贴是应该的嘛。婉婷，你今年应该不超过27哈。听得高兴呢。开心哦，阿娟姨，我没有那么小啦啊。本姑娘呢，今年31。31哦，嘿，这么巧。巧什么？哦，没有了，我只是想到我有一个侄女是这个年纪，我很久没看到她了。我厨房还有一些东西没洗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先去把东西洗了再说哈。好，那我们留点给你啊，谢谢。觉得这个阿娟姨看起来特别的眼熟啊。有啊，那很多人说她像镇上一个演员。哦，难怪，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她。哎，那我真的不记得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啊。